WT 中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，王曼昱对阵陈幸彤。本次比赛王曼昱的状态有明显提升，剑指冠军。陈幸彤也期待能够在新周期抢班夺权。此番交手，王曼昱进入状态较快，攻防压制，迅速掌控比赛节奏，前三局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。陈幸彤尽管在第四局、第五局追回两局，并且在第六局再次施压，但王曼昱依然顶住压力，4-2笑到最后，六局比分为11-6、11-7、11-4、5-11、8-11、13-11。赛后，王曼昱展望决赛，表示要让大家看得爽。我觉得确实，前面前三局自己的发挥，包括整个这种技战术的使用，我觉得还是打得很好。但是彤彤确实整体实力也非常强，包括今天也打得非常顽强。然后到了后面，我觉得确实在比分上，包括相持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，但是最后还是靠着一口气顶着。我还是非常期待明天的比赛吧，然后也希望能够发挥得好，然后让大家看得爽。